Asta. Morning, Mappy.嗨嗨，但你怎个处理啊？嗯，我都不会处理啊。啊，困到困啊，那要紧。不理我哈，那我回家了。你可不要理我啊！你可不要理我啊！那我回家了。嗯。哦。嗯，是呀，又没啥。那今天想去哪？回家睡觉。谁？怎么去啊？去了吗？还没有啊。东西还是这。然后你要去巴黎是不是？你要去是不是？可以啊。我是没差、啊。对，到时候再找狗而已啊，不用怕。找狗？找狗啊。没有，然后迪拜还没去啊，东西还在。不知道你问他，问那个。哎，上班了。笔芯店，你还有笔芯店啊？我刚刚看定位在邮局里面附近。我刚才是啊，对吧、啊？没错。走开。既然在我面前，那为什么？你不要走开。老戴，你敢打我？我敢了。你怎么这样？让爹妈他们出赶。去了吗？我看他车子还在啊。是吗？不是那台大海的吗？而且，他、啊、桌上的水跟卫生纸，沐浴油还是？是假的。降温。嗯？降温。降温。嗯。所以红色那台不是他的、哦，马车啊。我被挡住了，看不到。不，嗯，没事。那红色的、啊。你就一直挡啊。哦。这很阴影，坏，很多感觉。哎，不是，我刚好亲眼看到他骑走。
然后另外一台车骑过来，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不是他这个，不是一样的，可是我看颜色感觉不太像啊。是哦，然后那把是亮红色，他这个是暗红色。好吧，那我们去巴黎了。对啊，你等下要去找狗。一起啊 ，together， 干。好，我先撤了。拜拜。对，认清楚这张脸，以后他会拿布置的东西。我已经记得了。哦，也是啊。他来的时候就看到我，是吧？你大早，他一直觉得他还呛我很过分，说我超懒的，一大早就呛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本来就跟人家有约吼。他吃了，他是吃了。想要坐我的车是不是？先，那你要回家还是你家干嘛？去哪里？去哪里走？先回家一下，去哪里走？真的假的啦？要走啊？我没差，没得惊，巴黎你。巴黎四八四，小喵喵，喵喵喵，他不怕人是不是？他不想理你，他不想理你。我走过去就吓死了，西瓜酥哎。对啊，朋友给的。东西拿一拿。那水是你拿的？我的，还没开啊。每天都带这大包小包。你那个算小包的。阿爸，你不在哪里吃啊？啊？他生的还没到啊。他生的还没到啊。哦。我只跟你讲快到了，没有说他到了。OK。OK。好哦。好哦。Well.